哇！那这是个广场在，我昨天看的。没事，睡了，没事，睡了，没事。我腿盖不住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医生。哎呦鬼！你看上面有个，那是加勒比海盗的噻。那上面有个红外线的摄像头，看得到我们。我在里面拍视频呢。我知道，上去我把瞌睡。他说这是，哦，一只大鳄鱼哦。看样子不光是上面冲下来的，是。青蛙仔，青蛙。青蛙仔，刚才叫的是青蛙。等我到那个，爸爸，你把雨衣可以调整一下，把腿在这里，要不然会危险。我拉了的，拍不到，还是我再拉一点。这可以摸那个恐龙吗？仔，你别摸，那个恐龙要在亲你脑袋。给海豹。嗷！嗷！它都头伸过来了。嗷！现在往下冲的时候要抓紧栏杆，仰着头啊，抓紧，一定要抓紧，就那几秒钟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家四口嘛，三代几几呗。哦，这恐龙在泡温泉子。看来它不仅仅就是刚才一冲下那么一点，还有这么一段旅程子。那个迅猛龙吧。你看，那就是两个人，是吧？那就是两个人，就我们后面的。哎，这个恐龙捧了个蛋仔，恐龙蛋，他送给你吃的。啊！霸王龙来了。我看到霸王龙了，哎，滴水，啊，过去了，来了，那个龙在滴水，这，滴口水，我们是在胯下过去了，哦，真的了，还有粑粑的屁眼，拉粑粑的，在那上面，真的有个屁眼。这一段探险的经历，这灯要亮的，红外感应的，不亮吗？故意的。啊，那是那个蛇。蛇眼睛还绿的，那蟒蛇呢？哦，眼睛亮了。哈哈，帽子戴好吧，万一滴水还不知道。反正这里面也不冷不热。好幽暗的。
它有红外感应到我们船过来的，为什么还不叫？我们是一号船载。应该快了吧？要到了，妈妈，你把手机收起来。啊，知道，出去我就把手机收起来，然后把帽子系好。你要让妈妈帮你把帽子系好啊，仔。现在就系了。啊，准备上去了。快，把手机收起来。没事没事，我在拍视频。上去还不是冲上去？跟你说，好好好，不知道爸爸。好，到这里前面我马上放，我马上收。